沙滩啜啜五十一岁夏文直36岁黎诺意玩子弟恋。51岁嘅夏文直第一次接拍无线剧集，拍住36岁嘅黎诺意喺新剧《逆缘》上演子弟恋。剧情系讲黎诺意开车接载夏文直 Pat 姐去到沙滩同佢表白，帮佢戴上颈链，然后深情拥吻。镜头前面气氛好浪漫啊，但实情天气好热。Pat 姐喺未开机拍摄嘅时候，风扇不离手，再加上正值系退潮嘅时候，所以沙滩上面出现咗大量嘅沙虱。佢被虱咬到两只脚要搭来搭去，真系痕到爆啊！虽然拍摄环境就唔系咁好，但系胜在同对手夹得嚟。两个人接受访问嘅时候 ，Pat 姐全程同乐意有讲有笑，仲翘住乐意嘅手。虽然年龄上面系有啲差距，但系睇得出佢哋合作得好开心。啊！歷史性嘅一刻終於出現啦，就係唔買關子，係我依一度係會錫阿 Pat 姐噶啦。係咩？會啊，咁簡單咋？唔係，你講俾觀眾聽就簡單啲啫。一間我請到龍氏嘅時候就唔知會點嘅，係啦，即係劇本就錫嘅啫。咁但係一間做落去有 feel 嘅時候，我又唔知自己會點嘅。一間先再決定。你當我哋仔得㗎啦。係啊，唔係唔關事。係啦，因為仔，因為 Pat 姐本身係外國性格比較豪邁啲嘅，咁我都要配合翻佢豪邁少少。但係除咗錫之外，有冇啲即係激啲嘅鏡頭？激呀、啊、例如即係仲有冇啲再激啲嘅、其實係有嘅，不過暫時又唔穿得住，問導演先，係有嘅，就我哋上咗期嗰啲，即係但係一穿就會俾觀眾就會冇咗嗰種遐想，因為係有啲原因，即係我同 Pat 姐呢段感情係個故事，即係好重要嘅一個開端咯，即係但係又唔可以講咩原因住咯。